很多人的童年里都有吉卜力动画，由日本国宝级动画大师宫崎骏制作的动画大人小孩都适合看，而且长大有了生活历练后重看又有新乐趣新感悟，这也是吉卜力动画那么多年依旧屹立不倒的吸引力。宫崎骏迷们非常期待最新动画《阿雅与魔女的面世》，这是吉卜力时隔四年再度推出的新作，也是他们首次制作全三 DCG 的长篇作品。今天吉卜力工作室释出多张剧照，女主角和多位角色的形象也一并公开，网民对吉卜力新作《阿雅与魔女》保持着高度关注和期待，将由宫崎骏担当企划重任，他的长子宫崎吾朗负责指导，将首次大胆挑战以 3DCG 制作动画，这也意味着画风会有大改变。果然从首播公开的主视觉图和部分画面来看，可发现动画的风格大不同了，没有过去宫崎骏旧作中一贯的柔和色调和日式手绘画风了。阿雅与魔女颜色饱和度大提升， 3D 效果让角色更加立体鲜明，细节处理得更加精致细腻，偏向欧美风格，更有网友说有迪士尼动画的感觉。整体来说，阿雅与魔女确实给我们焕然一新的感觉，也很有惊喜，但对于喜欢宫崎骏标志性风格的动画迷来说，可能一时难以适应和接受阿雅与魔女的新蜕变，网络一片哀伤，没有宫崎骏味道了。阿雅与魔女是改编自霍尔的移动城堡原作者戴安娜·温琼斯的同名儿童小说，讲述一名不知道自己是魔女身份的少女阿雅被一个奇妙的家庭收养后展开奇幻故事，光听故事简介就被吸引了，冲着宫崎骏而来的人难免对阿雅与魔女有点失望，觉得还是喜欢以前的风格，说是这么说，但心里还是对宫崎骏有信心，上映时还是会到电影院支持了。